飞跃显形，一名成员穿着特制的服装在蹦床上弹跳，通过跳入方格区域让隐藏的图片显形。上海，其他成员抢答图片的内容，答对最多的一组获胜。哦，又要换装，我一天已经像百变大咖秀一样，我已经每天我三趴我已经换了三套衣服了。说实话，这头驴为什么有六只脚？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动作是不是有魅力的呢？知足吧，经费都给你了。下次就一个马，从头穿到尾。哪一组先派出第一位成员来出战？姐，你先跳，你先跳。我跳吧。那就你们组先来吧。走，你们组先来。好，我们先。完，哎呀，我小的时候蹦过，长大就没蹦过了。他那个绿，因为身体那个绿的是那个电脑特效，就被抠图抠走了。所以它面积越大，我们能看到的图片面积越大，才好猜。第一题，请准备。我干啥？我跳是吗？你就跳就行。紫霞仙子不是，等会儿。猪八戒。看不见。看不见。三只鬼。牛魔王。西瓜。赵四，尼古拉拉斯赵四。半波霸霸波分，金角银角。不是，得跳得很高的。咬牙。是牙。我。沙溢。正确。沙溢。在泥潭里的他是吧？啊。我怎么能猜成尼古拉斯赵四呢？在泥潭里的他。你是。这不是尼古拉斯赵五，这是。沙哥，我这都把你认出来了啊。牙是吧？通过这排牙。下一题。海旋门，菲利正凯得一分，哇，这太厉害了，这个我很熟啊，这个时尚尖端呢、啊，海洋神鸟，就是那个文化的那个标志，海哥最快。我也说了，海哥怎么那么快啊？看得见吗？看得见，只是认不出而已。对，我眼神没问题。喜羊羊，美羊羊，沸羊羊，懒羊羊。暖羊羊。讲一正确，暖羊羊。厉害了。这哪知道是哪个羊啊？我知道动漫题。接下来就是这一组的最后一题啊！啊，一分没得。安慕希。指压板。蹦床。瓷器。酸奶。莲藕。萝卜，白萝卜。正确。这么没有内涵的题你也能出？你倒是猜出来呀、啊！我都没想到从你的题里有白萝卜这个题。这个白萝卜不同于以往的白萝卜。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图片。哎，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啊？就这么一个角就能看出来，这太厉害了。辛苦了，丽姐。没事，还行。海哥，你得把帽子戴上，要不然我们看不见。对呀、啊，看不见，帽子戴上。我不就不让你们看见。猎豹，金钱的。儿哥正确。他看动物看得好。意大利，比萨斜塔。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在哪个国家？意大利。意大利的首都是罗马。罗马在哪儿？啊，意大利。你把自己考进去。梁朝伟。梁朝伟，香肠嘴。郑恺，香肠嘴。十六姐。郑恺扮过香肠嘴。晨哥正确。牛魔王。
师，我跟周深同时。你咋这么能猜呀？晨哥很能猜啊。我一个没猜出来。我也没猜出来。癞蛤蟆。《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容嬷嬷，容嬷嬷，贾子文，不是太后，太后，太后，啊，甄嬛，皇上，还得高一点，还得再高。啊，皇后，皇后，正确。皇后，啊，还这一个。啊，皇后，我的妈呀！哦，妈呀，翻身了，这家伙。这猜这个有什么技巧吗？喝罐安慕希就猜出来了。对，安慕希都品质升级了，喝一个我也要品质升级一下。猫头鹰，猫头鹰，正确，我先说的。猫头鹰，你咋这么厉害、啊？每天你在家看什么呀？动物世界。豹子。老虎，老虎正确。我看出来了呢。少点动物吧。白头鹰，白头鹰，白头鹰。啊，你怎么看呢？我就是牛嘛，就跟都是我的伙伴。猫头鹰，老虎，猎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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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牛，牛魔王。动物世界真的是他的那个，太厉害了！是不是给他偷题了？他是不是偷题了？对，动物世界都他的，都他家的。哥哥跟那些动物天天生活在一块儿。啊，猫猫啊，无毛猫。Baby， 正确。咱们是惹不起那个娱乐圈的人了，是吧？只出动物。玩无毛猫这块了，换个题型。奥特曼，正确。不对，要猜这是什么奥特曼？好呀，是什么？那别赛博赛博，这比较比较草率吗？你能再草率？奥特曼之奥特曼之母，奥特曼之兄，比加奥特曼，艾克斯奥特曼。我们当奥特曼就好了，好吧。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轮，请一位成员出战，去吧。我去了。长城，长城，万里长城，北京万里长城，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No， 长城 ，Great Wall， 长城 ，Great Wall， 晨哥正确。九仙桥。白鹿仙，人，李荣浩，李荣浩，你不愧是只知道李荣浩，李荣浩老师，欢迎您来跑男，李荣浩老师，您该来了。摩托车，摩托车，自车行，代步车，摩托车，植入，植入，什么？植入。台铃，我现在骑那个，我爱骑的，我喜欢，我喜欢，每天骑，不骑难受。我们喝完安慕希就骑台铃。周深正确。咋的呀？不录了？哎呀，下一个肯定是喜临门床垫。大米饭，包子，生煎包，蒸饺，蒸饺，蒸饺，杭州小笼包，热包，叉烧包，小笼包，六个叉烧包。我第一下就说出来包子，广式叉烧包。你白头鹰都算鹰，这个包子还不算包子？他们不都是包子吗？包子，周深正确。关键喊不过他们，喊不过。晨哥，我去跳吧。你那个加油啊！确定啊！我加油猜，加油猜。这是啥呀？我白鹿，沙溢，郑恺。正确。
什么？哎呀妈呀，过过过！鞋子。折。蝴蝶。正确。蝴蝶。就找着蒙的感觉了哈！你不适合看，你适合瞎猜。我哪瞎猜？我看到一点点。毛啊毛毛毛线，荷叶。荷叶。青椒。正确。哇塞，他们组现在是？他们组怎么就突然逆袭了？诸神开挂了。哦。筷子。长安街。火车轨道。盐糖雪下雪味精鸡精 iPad 手机跑男阿姆西冷静一点啊哦画油彩螺丝刀螺丝刀毛笔越王勾践的那把剑油纸伞拖把头饰啊，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哦，浮尘正确。哇，牛！啊，我知道它是啥，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服了，真服了，服了，太厉害了，这些人。喊累了，主要是。你喊了吗？你就累了，你。喊了吗？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轮了啊，请大家加油！来，不是都累了吗？怎么又起来了？这群人，这个马天宇，请出题，请出题。这是什么呀？黄浦江岩石、石头、大理石、后海、海、东海、南海、船。西湖啊，西湖，咱来拿音乐，弹音乐。晨哥、凯哥、baby， 你们三组各得一分。哎，唐僧，我东方不败，郑凯，说完了，怎么就可凯哥一个人造啊？栏杆，猴子，啊，花盆，蛇，白娘子，蜥蜴 ，baby， 正确。为什么会是白素贞？就白蛇，白素贞啊！这个我觉得我也得得分，因为我一直说蛇。必须得分。得分。必须得得分。得分。必须要得分。得一分。因为我早就说是蛇了。那就得一分吧。白鹿。我组来。正确。谁说白鹿的？我说白鹿。性感的红唇，白鹿，王祖蓝，正确。这王祖蓝啊，这么秀，这么性感的唇。孙悟空，《西游记》大合照，还有沙和尚啊，沙和尚、孙悟空，还有他，还有道士，那个道士黑线，这个就是。师徒四人，沙和尚和孙悟空。你醒过来的时候是围一圈那个，对不对？然后唐僧躺在床上，他一醒来围一圈，说你醒了，那个《西游记》大合照。我是不是更厉害？那我们都拿了，对不对？给我，行，都得一分。得分最高的是晨哥和黄奕祖，恭喜你们在这项任务中又可以得到额外的一分。